电影1917首映观影免费抢票。活动流程2020年8月4日周二签到时间15:15:50开场时间16:00北京英皇电影城英皇集团中心店活动人数20人每人一票参与规则1关注 @ 新浪观影团2带话题井号新浪观影团井号转发下方活动微博3点击报名链接下方加参加活动按钮填写报名信息影片简介片名1917导演萨姆·门德斯编剧萨姆·门德斯克里斯蒂·威尔逊凯恩斯主演乔治·麦凯迪恩·查尔斯·查普曼科林·费尔斯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马克·斯特朗类型剧情战争制片国家斜线的区美国英国印度西班牙加拿大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上映日期2020-08-07中国大陆2019-12-25美国2020年1月10日英国片长119分钟剧情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激烈之际两个年仅16岁的英国士兵接到的命令需立即赶往死亡前线向那里的将军传达一个立刻停止进攻讯息时间只有8小时武器弹药有限无人知晓前方敌况死亡寂静之地布满尸体的铁丝网突如其来的敌军随时毙命的危险境况这一次两个少年为救1600个人的性命不完成无宁死观影点评请所有中奖团员于8月5日1:00前使用用手机客户端或电脑客户端的微博电影点评功能点击进入1917微博电影点评页提交不少于140字的原创观后感欢迎大家使用雪藏屏功能发布掌影评点评格式井号新浪观影团井号加真实观后感观后感提交越认真未来的观影机会越大哦严禁任何形式的抄袭感谢大家的配合未按时提交者或抄袭者将会列入黑名单请珍惜你的观影机会哦影城信息北京市建外大街丁12号英皇集团中心地下一楼层的铁一号线永安里站抢票提示中奖团员均为每人一张票获奖网友将在活动开始前一天收到 @ 新浪观影团官微私信通知请及时留意查看因错过回复时效而导致取消获奖资格后果自负关于违规一私信确认参加后再次请假的中奖团员将失去未来一个月中奖资格二无故缺席将失去未来三个月中奖资格三因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观后感或观后感涉嫌抄袭拼凑未写满最低字数要求140字等由工作人员判定属于无效观后感的发现首次拉黑三个月再次将永久拉黑四如发现中奖团员私自转让替换转卖一经发现将会永久失去中奖资格私自转让或替换团员将无法入场。关于我们，新浪观影团是新浪娱乐频道为广大电影爱好者提供提前免费观赏国内外最新影片、首映礼、主创见面会等机会的平台。了解我们欢迎点击新浪观影团。